都开学了，这小学校都开学了，看这学生，疫情这么严重，小孩们都出来玩了，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。这是学校，小学校。头哥去买点彩票去，今天三月一号了，撞着运气。这都是校巴，学校都开学了。小孩好像都放学了，今天是周一呀、啊。雪也都化的差不多了，下周天气就暖和了。你看这两个家伙又回来了，不什么东西啊？在树上呢，这不是猫头鹰，上回来是一个，这回来了两个大白，今天冷，你这俩大家伙多恐怖，这动物不怕人，两个大的不是什么的，哎，什么东西都一对一对的。那只飞走了，剩一只了。